这歌我你别让我唱，我没听过的。但是一看就你看没有。想跳的提莫丹姆，黑龙跳的提莫丹姆，加一分。一看就是有音乐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没声音，他耳机里没有东西。这个怎么还在跳 Tina Turner 呢？我天哪！别跳了，哇！不行，别跳了。我开着通透模式，好吧？他说的你的耳机，这不你耳机，你怎么知道左边右边？哎，没有，左右都可以能听懂。这个有音乐，贾宇那个有音乐，因为贾宇那个耳机是不是一的 AirPods 一还是二啊？刚才就放音乐，所以说肯定应该有。以我的经验，书上没音乐，这俩有音乐。啊，书上都不知道他在扭什么。音乐，这两个其中有一个是没有哥哥的耳机。这两个有一个是其中没有。就是，要不然就都有，就是两个有，一个没有。你们俩有，学生看歌吧，还猜不出来吗？哇！你们说一下吧，谁耳机里没声音？唱出现在听到的歌曲。韩文歌。唱。哼。哎，我哼。我不会唱也。哼。我要给你哼一段吗？哼。可是那那那那三倍三倍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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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还没说话，是吧？我们俩还没说话，他说话有用吗？对吧？没用吧？我的评价是，只有贾汉有没有？贾汉，三个人都没有。他们的评价都是那个，你们咋都没有？贾汉宇没有。大的喜剧的，刚刚的几个，就是九个。太小，你最后还是。别笑啊！本来我就这么说说。啊、哦，他们看到了，那要反光。看不到。你怎么打的呢？就这样吧，那就。我们仨超的2-3才能看得到。你看不到。3-1啊！现在狗狗来着了，是吧？报道员。我们先不揭穿你们，你们就挨个表演。开始。我先开始。你们能先转过去一下吗？我稍微坐一下。啊！不行，那我们稍微先交换一下。啊？怎么又交换？待会儿也笑一下，笑死我了！刚刚几个水都快颠出来了。演不出来，没声音就烦。我们当时喝了一口牙水，然后那个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手臂没有动，然后现在跑到狗哥手里，狗哥手里，然后跑到几个手里，我就感觉他可以。那狗哥先喝吧。看看第一杯有没有，应该没有吧。喝了一杯 Americano。 一滴水没滴出来。我狗狗怎么干净不做活结吧，然后我没活结。你但你可能只有一点水啊。这是喝水喝多了。真疼啊！这是哇，不是你这个三百啊！真疼啊！这是啊！来，谁没水？谁没水？来，你都起来吧。喝吧，你也不要喝吧。哦，狗哥，你们三个是不是都有点问题啊？琪琪是。喝水直接把水声给我听了，小雨是直接把水给我看了，李总是吞了，李总是水直接吞了。那你们猜吧。好，狗哥，不对啊，我们三个没水了，就我有水啊。那其实这个有的，没有，
没有，不是狗多心。来吧，来吧，不是太难了，这怎么难？那我看你们谁来演，谁能演多像来。哎，你们这就是这么没素质啊！天天人都这样子跳舞，没有抑郁症，一样的合适吗？一样的，都一样，他们也那样。哎，下去！哎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你俩干嘛？真的，我服了啊！狗瑞，干嘛？我就看了，想狗瑞能看见狗瑞，玩具象棋。狗瑞，我在。怎么还有个人我亲身看见啊？我也可以公证了呀，我在这看不会说话。好了，我已经猜出来了。经我指令，你们所有人把水杯放在头上，不是，就放双手去动。好，先放上水，然后双手这样，龙哥没水。这样怎么弄啊？然后现在那个是个，这个、然后现在活动头，这个、对，活动一下。龙哥没水，是要把你的手放开，那么离谱的。龙哥没水，咱女朋友，加我要水。龙哥低头，咱就是因为自己会闻，然后放上去。龙哥低头，放低头。啊、哦，那个是没水的，没水。哎，不是张本山，那是没水的。他们都护着，就你。哦，是吗？没有，我只会拿着了。你看说错了吧？但是就是你没头。OK， 怎么看得到的？那我重新看一下，我重新换一下。好了 ，OK， 好了。来，你要把水杯放到头上。你别喝吧，兄弟，水是用来喝的。以我的直觉，这次就会看到小宝哥。来，你们现在把手从这个杯盖上拿。哎呀，家伙，不要装了好吗？然后跳，举着杯子跳跳。别看了。谁说的？谁叫我跟你？摇，你确定？一起摇，可以吗？真的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三二，没有，怎么没有？别闹事，没事，你的衣服不坏，这么高，你有毛？好了，我们保证安全距离。这样吧，你们仨把水杯放地上，我让我看一下。你们喝水漱一下口吧。对，喝水。那喝水漱口。好，喝就没水。就没水。他喝了一点。哎呀。那加你来。我是。没有水，再加一点。哎，有水，这样。哦，他没水，空的，听这个声音。是。他有水的声音，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呢？OK， 我们最后，哎，奇怪了，奇怪了，怎么都没有声？那我们最后决定是贾玉没声，是吧？就是我，是吧？确定了，确定了，正确。说，Yes， 我不会说话，就盯着我，我就觉得我说话也杂了，我说话有回声啊，这个东西，对的。绿色一组每人大加二十分。OK， 一百。可以下班。下班了，一百了，这个月。我先下班了，你们羡慕吗？好羡慕啊！我已经下班了。下班。都下班了，你怎么还跟着我拍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拜拜。OK， 来吧，我们俩也要下班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走，宝贝，别拿屁股顶着，那挤凳子呢，又有点麻烦了。他们有没有可以扶的？哎，我。恭喜。名字很好看。哎。吓死我！我扶上你的腿，你把我弄开，要不然我叫我们下来。你看有空装置啊，你扶我的腿，我扶你的腿。我扶下你。啊，暂时。
结膜。三十结膜。我不然你们算算，我扶你了，我扶你了。焦灼，我的眼睛就是屎。哇，直接一个360度回旋，直接把人扔顶到死角。现在我们全部同学来，上上上，来，换仨人一起换个墙，这是什么技巧？3、2、1。我们想抓住凯宁进行反击，切换形态了。现在对阵上，好，我们往下。再转，在干什么？鞋带开了怎么办？鞋带开了，扶一下，潜伏一下，潜伏一下，潜。哎哎，我是啥呀？潜伏一下，潜伏一下。哎，等会儿。这游戏我就是等会儿去哪都。好，哎，好。董主任，你是谁？你四川。你四川的，我还以为你是队长亲小孩。不是，你这个大屁股一定要坐得住啊！喂，这还是真玩儿啊！我就等他起来那一下，然后我就可以直接从这儿把他弄起来一下。哇！精彩的比赛，太厉害了！哇！我是 Boss Star 孔明瑞，不是赢了吗？你不是赢了吗？潇洒。哎呀 ，Boss Star 了解一下，这两位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嘿，你们怎么走了？这个招客呢？啊，3、2、1。小招一下，你先来吧。我先来呗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怪兽人勋。我已经很尴尬了，来，尴尬一点吧。我要等人过来。啊，你现在让我们先来。怪兽人，让你们再有这样的任务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怪兽人贺金龙。谢谢。谁呀？别来。你好，我稍微了解一下嘛。你好，他们是大傻子。你好，我稍微，我是狗明瑞。Hello， 小朋友你好啊。你好。你好。嗨。打个招呼。嗨。他们傻子，我是傻子，但是我想跟你打招呼。还有个小朋友，快 ！OK， 全体不光向我看，大家好，我是怪兽张岩。